替补请教成功后，需要再接受一次请教，才能被认定为首席。现在除了刘岩老师，他都可以请教。 我想请教何亮辰。天哪，都是男中之间的战争。如果何亮辰再次拿到首席建议的话，他就会成为正式的首席了。非常棒，加油！ 看看他请教了谁。哦，啊！各位老师好，没想到这么快。心情如何？心情挺忐忑的。对啊，屁股还没坐热呢。对啊，我准备唱的是选自歌剧《弄臣》的一个小选段，Cortigiani。Cortigiani，对，前面一点。哇。